晚上子时之后就不要洗车。那因为今年特别是癸卯年，那癸代表水的意思，你半夜去洗车，可能就是会你旁边会多了很多的朋友来，哎，这边没洗干净。这台神 A 啊，根本上已经是腾空跃起啊，像李麦克一样跳起来，飞到人家家二楼插进去。